是主持人某某。台语唔来当广告，台语爱对时代进步。我的台语虽然普普，水亏的台语爱摸一摸。台语是咱文化的宝库，咱来和台语 Go Go Go！ 欢迎你收看今仔日的台语讲世事。坐伫某某的边仔咧，赶快是咱的好朋友李刚曲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宏辉阿辉老师，你好，某某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平安。是阿辉老师最近的有一句话叫做“无故伫厝内乌”，哦，一句话大家听了真生气啦。咱今仔特别针对这个，咱甲大家来讨论一下。赶快咧，一开始咱就大家看一段这个华语的新闻吼，看这个这个台语爱安怎翻哦。一看到有教讲台语的地方，家长好开心，要问个仔细，因为坊间一堆补习班讲授台语的还真罕见，而这也是吴家明要举办台文博览会的原因。因为过去一般台语也是讲台文哦，唔是互看衰，无就是大家唔知啊，台语的字到底安怎写。啊，咱伫遮哦，就是想要把过去咱讲台语迄个影景哦，吹转来。在这里，每一摊的摊商台语都讲得很溜，一听商品名称，很能意会出特色。最受小朋友欢迎 DIY 粘土动手做，工作人员也都能用台语来教授孩子每个步骤，耐心的讲解，希望让我们的下一代熟悉台语。这是云，这是魂，这个。另一摊用罗马拼音刻出自己的台语名字，对很多人来讲实在好新鲜，因为讲惯了国语，还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台语要怎么念。就连住在台湾的日本人也来体验。搬过来高雄以后，我发现高雄人比较喜欢用台语卖市场啊，找市场的时候，所以过来这里参加一下，算是第一次经验啊，所以很特殊，很特别。看到这感觉很有兴趣吗？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讲座活动，欢迎更多人来寻根。台语是台湾人的母语，呈现在地文化和张力，讲台语也是重新认识在地文化根源。哦，这个台文博览会哈，这伫个高雄主办的嘛，这我感觉这真正就主办煞，这足大的活动。是啊是啊，嘿，这上重要是讲，给大家一个完全讲台语的这个环境。我感觉这足重要，咱稍等会使过来讨论一下哈。咱来看今仔头一张的这个字卡哈，第一句咧哈，伊这个华语是安尼讲啦哈，这一看到有教讲台语的地方咧，家长都好开心，要问个仔细老师。一看到有在一个看到有所在在教台语，要问给头机。一个看到，一个看到。所以讲是加这个，有的人即卖会讲，一看到。一看到嘛，不是袂使啦。不过这安尼佫较有台语开啦。啊，这个一个本来是一个，啊，不过因为后边佫有字，所以迄个 AI 佫变加。一个看到，一个看到啥呢？一个看到啥？我一个看到你，我心情就好。安尼讲，所以讲一个安怎，这就足台语开的物件，咱提出。来跟大家讲，好，来过来看这个嘿第二句，哈，这个要问个仔细，就是问候套机，就是问候套机，这个套机可能一般拢会写手机的机，哈，啊，不过事实上是这个啦，啊，这套机就是详细意思，所以应该是天机的机咯，天机的机，哈，咱现在有一句话讲啊，这个话那要讲套机，马赛的贝贝厉害点，马是这个机天机的机啦，所以讲要问个仔细，咱就讲啊，要问候套机啦，哈，我来看后几张的这个字卡。后一句呢，伊的华语是安尼讲的啦，吼，讲啊，每一摊摊商的台语都讲得很溜，吼，一听商品名称，很能传出特色。老师，伊讲啊，这个商品的好名吼，真有台语气安尼啦，商品的名称吼，就是讲。因为讲咱讲好名好名嘛吼，啊，所以讲这好名嘛是做台语的讲法。好，阿哥来讲台语开，这个开。好，老师先来讲这个好名吼，咱拢讲啊，你号做什么名对不？是爱安尼讲，啊，即马拢讲你叫什么名安尼啦。叫什么名？我得叫土豆，叫小酒安尼啦。对啊，叫伫咱台语的意思内面都无讲对不？吼，所以讲咱应该阁继续甲讲，啊，你号做什么名？号做什么名？号做什么名？所以好记哩最重要。啊，过来就讲这台语开，这个开就是
可能现在大家都关心说台语味、现在也不是说味就一定不对，不过这个气、也改到事啦、当然这个气有另外气的音嘛、在这里要说气啦、再来看后一句、他说的这个华语是说、你咖啡要喝比较厚还是比较薄、可能就是这台如果用台语说高跟薄是对啦、可能有的人会叫是浓跟淡浓甲淡哦，你咖啡要啉浓啊，是较淡啊？我就是照迄汉字，华语的啦。是啦，所以讲，咱讲咱是讲高甲薄啦。对啦，吼，赶快提醒大家啦，吼。所以讲，即马真侪咱咧点菜时阵吼，真侪这台语的讲法，是大家嘛拢袂记啊。咱咧叫咖啡的时阵嘛，赶快咧，吼。即马譬如讲，迄个咖啡内面要掺物件无？有人讲啊，我要乌咖啡。乌咖啡嘛是会使啦，乌咖啡有诶人感觉对，有人感觉唔对，是因为迄个色敢若嘛无像乌，无像乌色吼。诶，是咖啡色个呀，咖啡色个咖啡啊。所以讲咱若无要讲乌咖啡，佫有其他诶讲法。诶，有诶人讲用做青咖啡啦，青咖啡，就是去亲像讲青梅嘛，啊，就是讲干那，嘿，对对对，就是干那咖啡，哈，叫做青咖啡啦，哈。好，来我来看后一张诶即个字卡咯。好，阿七丁的李卡嘞，哈，伊诶，这华固是安尼讲诶，然后讲啊，大家这个讲惯了台语，讲惯了国语，是讲惯了。好，安尼咱讲，咱这个俗国语其实也在卖用，咱用华语华固的好啊。是啊，公惯习安尼啦。华固公惯习，啊，我都华固公惯习啊。嘿，对。老师，这个惯习吼，个习惯。是不是又跟大家提醒一下？本来咱一般是拢习惯是名词啦，好比讲伊有啉酒的习惯安尼，就是名词。这个惯习咱一般是较像安尼讲惯习安尼用的。安尼，伊老师对迄个例来讲吼，伊有啉酒的习惯，安尼就是讲伊惯习啉酒安尼。会使安尼讲。譬如讲，咱以这个例讲，华语讲惯习的讲，伊有讲华语的习惯。太习惯，太习惯，太习惯好，来过来看后一句啦，哈，所以讲这华固是讲这个讲惯了国语，还真不知道台语怎么念呢。我台语安怎读个正经唔知安尼，安怎读个正经唔知呢？对，正经唔知。咱这题主要是要讲这个正经，正经中的嘛有几种意思啦，哈，伫遮是讲真正的意思啦。一个意思就是讲，哇，你来遮正经安尼，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个意思是。老师，你讲是真正艺术，吼，讲正经唔知，老师你阁举一个例好无？亲像讲，我安尼无穿过这款碰鞋衫，阁真正经袂惯习。好，正经袂惯习，这个正经阁来捡回来。哦，过来看，今日这个礼卡咯，这个欢迎更多人来寻根。好，欢迎更多人来寻根。那会当讲大家小招，好小招。我有个人会讲小招小撮，拢会使啦哈。小招小声，咱台语常常用啊，常常用对。小骂啦，小怕啦，小台，冇小意爱，啊冇小意爱啦，哈，小对看。对对对，小声小声就做啦哈，常常在讲。好，来讲来这上尾一句，伊个华语是安尼讲咧哈，呈现在地文化与张力哈。嘿，咱是会当个讲吼，有咱的文化甲辣头，安尼。辣头。即个其实即个辣头是安尼啦吼，你若讲要讲是内涵力量这方面嘛是会使啦。啊，毋过咱就常常讲咱要用一寡可能大家较毋知影台语有这种讲法咧，咱想讲嘛用好大家看者。啊，当然这不一定是干那即个方法啦，咱嘛会使讲都要讲几种嘿。啊，毋过辣头嘛当参考。你要换做溃烂嘛是会使啦，拢会使啦。是。这就是咱啊，这个新闻内面会当甲大家来讨论的几句啊。哦，这个台语较这个有台语溃的所在，稍等啊，广告了后咧，我们要甲大家来讲一下讲这个母语伫厝内学，母语伫厝内学，这六字到底正确无正确？世事百百款，默默讲予你知。今仔日咱要来讲的这号做母语厝内
哦，哇，这五个字吼，相信真侪人看到咧，开始会生气啦哈。为什么咱今麦来讨论这五个字咧？吼，咱就知影讲啊，前一阵嘛咧，这个总统候选人的阵营吼，某一个阵营咧，因就提出讲啊，这个某语咧吼，跌出来哦都会使啊哈。咱今仔就来想看麦咧，这句话到底对也是唔对啦哈？咱来看头一张的这个字卡。一开始咧吼，咱先要甲大家讲，什么是母语咧吼？母语你唔通看里面讲啊，安尼就是妈妈讲的话，其实唔对哦吼，其实是爸母的话吼，所以讲爸爸讲的话吼，嘛爱藏在内啦吼。母语是爸母的话吼，更较重要是讲这是土地的话啦吼。咱知讲这全世界，唔管是多一种的这个母语，多一种的语言呢吼，拢是透过诶这个时代吼，用嘴讲啊传予后一代这款的语言啦吼。诶，任何一个国家拢是安尼，这样啊自然。但是咧，来到咱台湾，咱就发现讲，哇，啊，即马咱的所谓的母语咧，竟然啊，强强要失传去啊啦，吼，这到底为什么安尼？大家嘛知影讲，这是因为啊，这几十年前吼，来这个国民党政府咧，吼，因推行的这个叫做国语政策，吼，致使咱规个社会安怎咧，吼，对这个母语无优先，吼，这是各种的方面哦，包括制度啦、等等啦，吼，你讲啊，规个社会咧，变作是这个华语。独尊，所以讲，咱即马就看到讲啊，真侪即个做爸母的人，吼，伊甲母语摕来做伊生活的语言，即款的爸母是愈来愈少啊，吼，因为伊规个出去到外口，规个环境，吼，伊做工课，吼，伊去到倒位，看到、听到，拢是即个华语、台语的环境，母语的环境已经变甲拢总无去啊，吼，所以讲，那是即款的爸，会晓讲母语做生活语言的爸母，遮尔啊少安尼。咱母语能力要靠家庭教育来练习，敢有可能呢？吼，这非常的困难呐！吼，但是咧，母语确实爱伫个厝内面讲，无唔对。吼，但是袂当干呐伫个厝内面讲。吼，这有几点来讲。吼，因为头一点，咱先来讲啊，咱即马咧有一个法律，吼，或者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。吼，这个法律咧，伫个去年的时阵咧，已经成立啊。吼，伫个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内面。有讲到啊，吼，咱来这个做做这个本土语言、在地语言的，拢是国家语言，吼，所以讲咱台湾各族的母语咧，已经是国家语言，吼，伫个咱的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内面的规定咧，国家语言就是爱伫学校嘛是爱教，厝内面爱讲，学校嘛是爱教，吼，所以讲咧，系这个母语咧，唔呐爱伫个厝内面讲，嘛爱伫个学校教。吼，目前来看咧，吼，咱咧学校咧上需要的是啥物呢？吼，是这个读甲写的能力啦，吼。诶，你讲啊，一个语言咧，伊若无写落来，袂晓读，吼，安尼这个语言咧，会绝对拢是会死去，吼，无这个发展的空间啦，吼。所以讲，咱起码爱知影一个观念，吼，咱的这个母语咧，一定爱会晓读，会晓写。啊，这个部分咧，确实起码学校教育吼来补，吼，这是一定爱，因为咱。最侪人其实这部分拢袂晓啦吼，啊除了这以外咧吼，咱也嘛希望讲一个语言，咱爱为生活开始做起。咱希望讲啊，会伫个平常时咱听到的啦吼，讲到的拢是这个语言，安尼咱的这母语唔只学会好势，吼安尼自然的吸收的学习效果就会较好啦吼。学校教了后，厝内面爱讲，而且咱规个社会的这个环境嘛要好势，才会当予咱大家学到的时阵咧学的生活当中来。来实践呐，吼，好，来看下这张的字卡。好，咱即马咧讲起来啊，咱确实也阁是伫华语诶霸权之下啦，吼，所以讲咧去到外口看到拢是华语的环境，咱若母语的环境真正是真歹啦，吼。但是伫个这款的环境之下咧，嘛是有侪侪诶，即个爸母、少年的爸母诶，想要来打拼啦，吼。因为咱知影讲母语咧，就是一种身份的认同，加诶咱文化的认识啦，吼，这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即马有真侪即少年的爸母呢，吼，因安怎咧组成即个母语共学团，吼，小招，大家小招，囡仔小招，爸母甲囡仔做伙来学，吼，而且因办出侪活动，吼，譬如讲啊，因会用即个母语来讲故事啦，办活动啦，招少侪人共同来参与，因就是希望讲伫遮尼啊歹的即个诶母语环境之下，吼，会当尽量甲即个母语甲救转来，吼，所以讲咱大家做伙来啦，吼，上尾啊，甲大家讲。
一下吼，看一下咱即马即联合国诶，即个教科文组织，因有一个表吼，互咱大家看到咱台语即马是偌尔严重诶危险，来看后一张诶字卡。这个图咱来看到，吼，伫个岛边咧，就是甲咱讲啊，危险的程度。哦，正边就是讲啊，若是有即个指标达到即个指标，就是岛边迄个危险的程度啦，吼。咱来看安全，就是所有的人拢会用吼。若是讲有诶大部分的囡仔会晓讲吼，毋过伫个一寡场合都袂晓讲，安尼就是较弱吼，啊无就是较定危险吼。咱来看即个红字的严重危险。这就是咱台语今嘛的这个情形，然后咱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干那阿公阿妈会晓讲？哈，即阵有囡仔的父母无一定会晓讲，哈，而且因嘛未甲囡仔讲，这是不是咱今嘛台语的情形？咱这款的情形呢，伫个联合国因的定义内面呢，就是严重的危机，所以讲咱知影讲台语非常非常的严重啦，吼。好，今嘛咧都只有甲大家讲着吼，有真侪即个爸母咧，有即个共学团吼，嘛希望大家会当啊跟鼓励，啊，我们大家嘛来加入。好，除了讲咧，有侪侪即个资料，咱会当来参考吼嘛。唔忙讲咱的观众朋友啊，每一个人家己的身躯边的即个台语的环境、母语的环境，甲建立起来，好，咱吼，让即个母语、咱的台语会当长长久久。好，来吼，今仔甲大家来讨论，讲这母语是毋是伫个厝内面学都会使啦，吼。啊，拄则有讲到吼，即马真侪即个吼，即、這个少年爸母的即个共学团，哇，就怕变。母语亲子共学团，对，因为着要给家己的囡仔吼，有即个母语的环境，哦，就足侪努力。这算助力救济啦。是啦，助力救济，其实咱家己救啦。对啦，其实咱这是希望有政府的资源入来，但是目前咧真侪人吼，就是助力救济开始做起啦。那今天看到现场呢，那有早就做这个圣公是台语的囡仔组，绘本哈。啊，因为迄个要去亲子共学团嘛，有因一阵妈妈咧筹备要出家己，就是讲有的是要家己写，有的要翻译的这个囡仔册绘本哈。啊，咱今日介绍这是干那其中一小部分啦，吼，给大家看一下安尼啦。是，其实因为有足侪人吼，因讲啊，我的囡仔出事啊，吼，啊，咱要讲要给这个囡仔，这个母语的环境，结果，去这个书店买的书，大本都划过的，安尼哪会使？吼，所以讲真侪人就开始想到这个问题，吼，所以讲今嘛，阿辉老师提的这都是拢完全拢是。台文的，对，有汉字，有罗马字合用的嘛，有这个全部罗马字的版本，会当让人读对照安尼。是，吼，这即马市面上嘛有几那本啦，吼，介绍给大家知影。哦，啊，过来就是，某某即马手来提这呢，吼，这算讲是伊的内容，吼，是咩啦讲较深入的。因为这吼有一种绘本叫做小说绘本啦，小说绘本就是讲规篇就是一个小说，啊，可能有四五千字啊。字较侪，但是呢，伊嘛是配少数配的多，啊，要予较大汉的囡仔也是大人会当读。哦，这算讲是读小学的，较大汉了后，可能中年级以上就会使。啊，咱大人看嘛是使啦，吼，伊内面的这个文都较详细。对，就用心制作，就是讲繁体文、课文、英文、哈花文以外，搁有字幕。每一个这个版本的这个故事，伊拢配字幕，所以你会当看到这个故事册内面的图，啊配迄、那个配音是台语、客语、华语、英语，啊了后阁有配这个各种语言的字幕。哦，所以讲今仔趁这个机会甲大家介绍。大人话本、甲囡仔话本拢有啦，啊，毋过还阁再继续拍拼，因为量还阁无够济。是啦，吼，所以讲今仔趁这个机会甲大家介绍吼，啊嘛大家做伙吼，希望讲这个市场愈来愈大，因为这确实咱需要的物件吼，台语的环境，咱共同来甲伊拍开来啦，对啊，吼，咱来看拄只吼，这个默默讲的吼，有几厘啊吼，一开始对啦，阿辉老师有教啊，默默俩包啊，譬如讲这个。危险吼，顶顶，咱即摆来看一下哈，来看下这个头一张的这个字卡哦。咱咧讲吼，咱咧讲的无语无语吼，这个观念其实是一对 mother tongue 来，啊，不过唔那是 mother tongue， 佫是代表 mother land， 就是讲其实土地唔是干那你个人的。母亲也是老爸，安尼样。是吼，所以是土地艺术啦，而且唔是干那爸爸妈妈啦，爸爸嘛包含在内。所以讲叫做爸母话，可能较包含迄个较全面啦。是啦，吼，爸母话吼，来过来看后一字吼，即叫做立节，立节，立节，吼，累积的艺术，立节。吼，过来讲这是时大甲时大人，你敢有分这两种？我的用法吼，我常常是时，就是。
年纪较大的，阮就是讲是大，是大人。啊，那爸母咧？爸母是大人。吼、哦，伊对，所以爸母是大人啦。啊，你若讲一般的长辈，咱就是讲一个统称叫是大。哦，安尼我即马可能嘛用唔着，我即马看到年纪较大，我嘛讲咱是大人安尼。安尼吼，所以讲一般。国书店基本上是安尼分，啊，可能有人是男的用啦，是。好，来过来看，是顶个这个字卡，好，这叫做。啊，同款这个汉字有两种读法，就是读作正式还是形式安尼。形式都大家知影，拢袂讲白差，都形式。嘿，较书面语，咱口语嘛较无用啦吼。咱一般是讲正式安怎啦？正式哈，正式安怎？正式安怎啦？哈，拢是讲这个汉字啦。好，过来看边啊，这个合作。哦，这就是对我讲的，爱有个的注音，个微贵，微吉。危急吼，即马这歌拢落去啊，变危急吼，我都要念危急。过来看这个空隙，好，当然空隙可能有地方差，有的所在空隙、空隙、空气拢有啊。不过嘛，有人讲头路啦吼，但是咱直接要直接，就是讲所谓空隙爱提醒，就是因为做些人叫是讲空隙会当做动词用。空隙本身也是一个名词，所以你爱讲你是有空隙，做空隙。对，啊，那讲头路嘛，同款，然后食头路，做什么头路安尼？哎，过来看后边这里，这算较新俗啦，吼。那一般有客人讲是要个复兴起来，吼，啊，所以有人讲复兴，啊嘛有人用这个直接用复进。福建哈，福建，咱来甲台语福建起来，福建起来哈。好，这就是拄只甲大家会当讨论到一挂历史哈。进来看今仔日的戏出。阮老爸即马搁伫个啦，目前我无在处理。哈哈，但你是伫烦恼啥？你是黄家的孤囝咧。讲起来歹听，恁老爸若带起来，以后黄家所有产业拢是你管的。哈哈哈哈哈。那恁老爸搁家务偌久啊？啊，民工我嘛是等啊，啊。这体吼是抽地母水，这个囡仔吼袂当对你姓杨，爱对阮姓老。好，老师，头一句。好、哦，这个吼是牵涉到讲，咱咧讲甲死亡有关系，啊，不过可能无直接讲死亡的一寡讲法啦。大家拢足惊讲死亡甲死之类，可能其他的讲法，比如讲。啊，所以这叫来得差不多讲迄个段落，就出现两个甲死亡有关的代志，一个词叫做扯起来，安尼。扯起来。啊，另外一个讲法是叫做。搁食无偌久啊！搁食无偌久吼！啊，搁食无偌久，这当然有相关语啦，还是要未死啦吼！啊，搁也敢那得要死啊，那得要无命啊！所以其实死无去无命，光去净吼，断开往生等等啦吼，有足侪无讲着死之字，但是意思是这种意思。哇，咱台湾人真正足惊爱讲死之字，所以足侪讲法。我来讲来看后一句吼，伊讲啊，即体是。抽地母蛇哦，对，地母蛇，所以讲，有讲过对吧？哈，地母蛇就是讲以前，就是讲你那阵讲，这个拍仗的时阵，可能就是讲有出这个地公，出地公这边啊，哈，会当分到一部分的地嘛，哈，嘿，啊，即马意思，但是咱即马咧用拢是讲，咱查某囝哦生的囡仔，可能有其中一两个。对老母姓哦，对老母姓，即马用法是安尼，对，叫做抽地母水，对，听起来无啥介好听嘛，无讲真好看，但是就是爹妈妈姓的对啦，吼，爹妈妈姓啊，吼，哦，这就是今仔戏出会当甲大家讲的几个所在，吼，希望讲今仔这个节目会看了后咧，吼，大家会一定爱伫咧厝内面，嘛爱讲咱的母语，吼，伫咧学校咱当然嘛爱讲，嘛希望讲行出去外口，吼，咧买物件啥，希望是社会语言。甲教学语言、甲生活语言，对，咱互相甲这个母语的开关开开，吼，让这个母语的环境愈来愈大，这是咱五毛的所在。好，咱赶快来感谢咱的阿辉老师，免谢你。好，咱阿辉再去见面哦。